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这个农安街跟中山北路交叉口，那现在是4:47，那我刚上线哈，刚到。今天呢，就是一样哈，就是按照正常时间出门了，所以也没有特别早，也没有特别晚。那我现在就是要慢慢往老地方前进。啊，今天是这个假日的这个烫奖的这个第一天，所以今天应该会有蛮多人上线，再加上就是。中午没有出来跑哦，觉得这没出来跑的伙伴呢，可能晚上都会跑出来，这样子啊、哦，所以今天呢一样哦，我们就顺其自然的跑啊、哦，跑多少算多少啊、哦，然后就是时间到下线回家啊、哦，大概是这样。哦，那我的假日标呢的这个第一标呢，现在呢是75趟哦，简单来说就是又是一个假设要拼的话，我觉得不太容易拼得到哦，拼不完的一个趟次数量哦。那这一次这个假日标的第一阶趟奖，我是觉得我这一次真的是拼不完。为什么？因为下礼拜一我有事哦，确定是有事的，然后不会上线跑，那么这绝对拼不完啊。不过没关系啊，顺其自然就好了啊、哦，这样子呵呵，难免嘛，难免会碰到有事的时候。哦啊，做 Uber Eats 的这个优缺点大概就在这边啊、你有事呢，你就随时可以不跑啊，很自由。但是呢，缺点就是就没有钱哦，这样。好啦，那么我废话也不多说啦，我呢就是慢慢往老地方前进。好啦，各位朋友，刚刚在万全街之间 save 和买水啊，结果就接到我的第一单啦、啊，开始单到了，开始单到了。各位朋友，在市民大道跟这个松江路交叉口这边碰到一位脚踏车伙伴，哦，看他这个大包也用蛮久的啦。好啦，我要去送餐了。那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这个和平哦，和平东路跟这个这是哪里？我看一下，和平东路一段了，好了，哦，和平东路一段这边哈、哦，旁边是师大这样。那我刚把我手上最后一单送掉了。目前是8:46，那我现在完成了15趟。哦，今天的价钱都不是很理想啊，因为今天，就是好像没有那个什么小趟奖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个加什么15块啊，什么什么那个好像没有。哦，所以今天我这个价格就很缩水，收入缩水，笑死了。哦，不过好像。礼拜五好像都这样子吼，哦，因为我有就是前几天啊，然后昨天还是前几天，我有看一下，我就是前几个礼拜的礼拜五，哦，确实收入都会比较差一点，啊、那今天呢就跑到15趟吼，这样也快9点了，反正我会在这边晃一晃，哦，因为今天实在是热，又有点想要喝这个绿豆汤啊、所以我想往那边走吼，这样绿豆薏仁的方向走。哦，那我一样会开始上线啊，有单就接，没有单就算了，反正也快9点了，我讲，那、要是真的是这个，断单太久，那么就再继续等下去没有意义了，我讲，因为今天礼拜五嘛，大家都出来冲，哎、欸，但是很妙哦，我好像几乎也没什么看到人在路上跑哦，哦，我就跟前几天的那种看到大家都在路上冲的那种状况不太一样。欸，很奇怪。好了，不管了，好了，我要往绿豆薏仁方向走了。另外一位脚踏车伙伴，好，各位朋友，我在绿豆薏仁的门口哦，这样，那骑有点快，一下就跑到这边来了。现在是8:53哈、哦，那我打算等到9点，但是9点都没有单，那我就进去了。好了，这边等。等个7分钟哈，这样。那今天呢，其实是有点这个只能讲说送的顺了哦，这样子，不能讲说有真的很好这样。哦，然后再来是单的这个金额，也没有很高这样子。哦，那这个距离呢也没有很短，呵呵，就也没有很近，哦，这样子。但整体这样加起来，就会觉得好像送的这个不够流畅哦，这样，因为单没有持续的无缝一直进嘛，那当然就比较不流畅嘛，这样，哦，就会在
就送个单到客户那边之后，把餐点给客户，再离开客户那边还要等差不多3到5分钟，甚至10分钟，然后这个单才会进来。然后呢，那个取餐点又有点远，好像简直莫名其妙哦。今天哦，今天的取餐点其实都有点怪，有点怪这样子哦。不过这就这个 Uber Eats 工会哈，偶尔会有点这个小状况，就是稍微会有点不顺。不过我怀疑啊，可能真的是这个点餐的人少哦，又或者是说这个伙伴比较多哦，所以变成就是说，其实这餐点跟餐点之间哦，或者说我在这边，然后他给我在这边要我去那边取，然后只送这边哦，这样就送短短的让我取了。很有可能是我原本应该可以顺路的这一块呢，被其他的伙伴接走了，又或者是说可能刚好没有人点这样。不过这个 Uber Eats 这个工会系统哈，它这个实际状况怎么样也不太有人能够知道了哦，这个大概只有他们工程师才会知道哦。所以那我就随便猜猜，随便讲讲哦，大家不要相信哦，这样只是我臆测。好了，那么我还有4分钟哈，那我再等一等啊。特别好好笑，我在绿豆一人外面等，结果接到绿豆一人的单了，真的是笑死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在金华街这边一个小公园，我刚把那单绿豆一人的单送掉哈，这样。目前是16趟。9点这样。那么我是打算哈，就是维持上线状态哈，慢慢的往40方向前进哈，这样。我会也走这个新生南路哈，这样，因为那前面有麦当劳嘛，然后再来是北科大那边啊，看看会不会有单这样。好啦，那就慢慢的前进啊，那没有的话就算了。好，各位朋友，那我目前在忠孝东路二段跟这个什么什么巷子里面啊，反正外面是新生南路啦，这样。那么我目前确定断单，所以我已经下线了。为什么我确定断单？因为我已经在这个位置，就是旁边是麦当劳哈，这新生南路三段上面那间啊，这个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麦当劳，我已经在那边等了十几分钟了哈。完全没有单，完全没有单，连北科那边山窗那边的那个单都没有出现，那确定就是今天应该就这样子了哈，所以那我就果断下线，现在要去找东西吃啦，吃完就慢慢就回40啦，好啦，那明天继续努力吧。